我们就去，那我们就自然认识。然后我们就去，就自然认识，对，就自然认识。本来也不知道年龄啊，对啊，就是差不多。看起来真的很登对，我能说实话。他有见过我老公，看起来我原本以为我们差不多岁，对。然后我老公看我也以为我跟他差不多岁。结果我上车的时候，听到他车子里面的听的音乐哦，是费玉清的《一剪梅》，然后陈淑华的《梦醒时分》，哇，那很老派耶！对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掌声响起，那应该是他开，那应该是连我都不听了，听的歌吧？对啊，连我不听了，你怎么会还在听这个？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觉得老歌很好听吗？很有意境哎。”对，然后。反正 anyway 我们就是，她老公个性也比较成熟一点，独立一点，而且很会照顾人。我们去吃饭，我是羡慕的很啊。她那个谢梅宴总共只邀请了六个朋友，没想到我有狩猎邀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把她当成好朋友，一路这样之一啦。啊，老婆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喝什么？还有，我帮你剥虾，我帮你干嘛？我就坐在她旁边。哎，请问老婆的朋友有没有得剥虾？没有，没有，并没有，并没有，真的想太多，所以真的是很疼爱呵护她。我原本就已经想要淡出演艺圈了，然后我为了这一段感情啊，其实我跟她认识以后，我很保护我跟他的这段恋情，因为我老公他就是很低调的人，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，包括他在哪里工作，他也不想要让人家知道，他在他的职场上面也是都很低调的。哎，他不会他公司的同仁不知道他的老婆是女明星？你知道吗？我们那时候啊认识他的那个他的朋友，就是我们去朋友他那边的朋友跟他的同事哦，我们有时候聚会，然后他就会带着我去，他们都说：“哎，你不是那个谁那个谁？”我就啊，什么？不是吧？那我应该长得很像啊！我知道你说那是谁，那洪百荣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对啊，都是这样嘞。然后我就说没有啦，我是长得很像啊。就是我们都一概不承认，那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来？我现在上这个，是因为我们结婚我都很低调。你看，我就请六个朋友而已。而且连我都是到结婚前他才带我见面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啊po在我的，你刚才看那个啊，是我的粉丝，是我自己的那个 FB。那个不是我的粉丝团，我是自己私人脸书。那我想说平常什么东西都在 PO 了，对不对？自己结婚那一天，因为粉有个记录，对，脸书都有动态回顾嘛。那我可不希望说我结婚的那一天的动态回顾是空白，所以我就是写了执子之手与你偕老那一篇，然后我再 PO 在那个我自己私人的脸书上。可是我不知道被哪一个自称是我的闺蜜的人，就去跟人家爆料，就是跟记者爆料，然后就是写出来包含什么年纪什么的。他是这件事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保护到什么程度？他那个六个人的媒人宴，我去，他不让我拍照，因为他怕我 po 上 FB。我说我不是那种人，所以你去看我 FB。有那个两个人，就是他早就怀疑你是假闺蜜就对了。没有说是吗？说真的，我还真没有怀疑过他。对。哎，不是说，听说这个他跟你求婚的时候，你妈妈比你都还感动。那我爸爸在3年前中风嘛，那行动比较不方便，那老人家在家里久了就会闷，心情就会很不好。对啊，那他就会经常啊，他只要有空的时间，他就会去陪我爸爸泡茶。哎呦，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嫁了啦。对，然后陪他聊天。那因为我爸爸他生病以后啊，我爸爸以前很喜欢去那个游山玩水啊，可是生病以后他就比较少机会走出去。那我自己又不会开车，是我没有办法带着爸爸说坐公车坐什么，那不行嘛，不方便。
结果他居然就自告奋勇的说，他安排他休假的时间，然后开车来载我爸爸、载我妈妈，然后载我们全家出去玩。对，然后一路上就是他会抱我爸爸上车，然后下车的时候啊，把轮椅拿过来抱我爸爸下车。对，重，这个重，这个重，经常带我爸妈去吃饭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有时候在你爸妈的见证下，他下跪求婚了。对，但我是觉得这个男人真的可以嫁，他就是思想各方面都是很成熟哦，他是比我大，然后就感觉是比我大，可以照顾我。是，然后但是他很不善言辞，所以就跟老师讲一样，以前我很喜欢幽默风趣的男生，可是后来我就觉得不要用耳朵谈恋爱。说。对，要他下跪跟你求婚，他的当时他也紧张到讲不出话，他一直发抖。他那一天，然后你妈在旁边急死了。他那一天就是，他就说要来泡茶嘛，那我们也很习以为常，就等他来泡茶嘛。然后呢，他也按门铃，叮咚叮咚叮咚来了，啊，就看到一个人抱着一把那个一束大花，然后又走上来。我会想说啊，是怎样？干嘛突然这样子？然后就看他这样子发抖、发抖、发抖、发抖。然后我就说你干嘛？我就说你干嘛？然后他就把花给我，然后就拿着，然后他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纸条，发抖嘞，对，然后就照着纸条念念念念念完，然后再这样抖抖抖抖，从口袋里面拿出戒指，然后就这样跪下来嘛。对啊，就跪下来，然后就跟我，然后你妈妈就伸手。那一句话来讲，那一句话来还原一下，快点，他怎么说的？又讲，就是说与你相识虽然没有很久，但是呢，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。然后看到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也会心痛。然后我希望啊，我们可以一起手牵着手，然后一起走一辈子。然后这一辈子不管有。快乐酸甜苦辣都可以跟你一起度过，然后嫁给我好吗？这样子。哇，他说嫁给我好吗？那你这时候你要回答，就你也回答不出来。你妈妈在旁边一直说，讲 OK， 讲 OK， 好啊，看给你说话，看给你，看给你。我就跟我妈讲说，妈。要给你是我要嫁他，不是你要嫁他。对呀、啊，两个假包啊，妈妈的话修哦。可是我，对啊，我爸妈。真的，他们都红了眼眶，大家都很感动。对，大家就都很感动，然后就好 ，OK， I do。太棒太棒了、哦、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婚礼之后再不办。对对对，没关系啦，就是有这个心意最重要。对啊。